你装成了孙子的样子，客户就会把你当孙子对待。没有几个客户是因为可怜你才给你订单的，物有所求是根本的。我发现所有优秀的销售人员都是很强势的，他们在客户面前从来不低三下四。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，专业上呢非常专业，说话呢非常到位，他总是能把握客户的需求，说最准确的话。但是客户你做得太过分，他们还真不惯客户这毛病，你爱买不买，不买你拉倒。其实该成的订单一个都没有少，绝大多数的客户他也不太喜欢过于卑微的人，人都会尊敬值得尊敬的人，态度上友好，行为上规范，动作上有礼，但必须强调双方语言的边界线。但是呢，要记住，我们在客户尊重我们的同时，我们也要夯实自己内在的东西，你要值得被尊重。人家提出一个专业的问题，其实问你什么不会，问什么你什么也不懂，那你又怎么让人家尊重你呢？